好心情，好天气。在来音乐之前，先喝点春季最应季的白桃乌龙味百事可乐。来来来，干杯鼓掌！咦，哇，心旷神怡。Let me to the moon,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。汉哥，哎，你们要去哪儿？超市。那你们买点吃的回来吗？好。哎呀，不是，太偶像了，我太偶像剧了，不是你松手，松手啊！哎，为什么？不是你不知道安全带的原理吗？你俩在系安全带呢啊！啊，我这好偶像剧，不用这么偶像剧啊！他过分了，他有点过分了，过分了。来个升格，等会儿，嗯。唱啊 ，BGM 上不上 ？You are my destiny。来，下一期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我们回顺义喽，我们回50公里了，拜拜。哈哈哈逃离桃花坞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本来想跟他们一起做那个冥想屋，你赶紧下去。但是、啊、我想了又，你赶紧，我不能背叛我的小团体，所以我就又出现了。你的小团体哪有你的小团体、啊？本来就没你没对啊，本来早没了。哎，我们不是住在一起，不就小团体？那你那意思是说周野背叛了小团体？我没有，告诉你少害我。你那意思是人家先背叛了？我没有，你少害我，哥心里。啊，今天色系也比较淡。干嘛？你不会想跟我炒 CP 吧？我傻了，我傻了，我傻了，这人说话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要对你有防备心了。你最好有，你最好有。过去的懵了，过去的懵了。我傻了。败了下来。你也有接不上的梗了吧？对，那倒也不是。主要还得日子还得过呢，我还要脸呢，主要是。是吧？你意思是我不要脸，什么臭弟弟？那也不是，你最好不要这么宠溺的叫我。姐姐，我不行，服了，姐姐。左转，随后在下个红绿灯路口左转13公里以后到达目的地附近。咱们是去旁边那个镇子上买东西吗？啊。哦，困死我了。桃花坞的超市，它现在现存的一个基础条件太简单了。但是，来到桃花坞的人，就可能他出去买吃的，那，你在一个小时他开车没必要了，对吧？我又困了。所以我的一个想法是，我要把桃花坞的超市，100%控股嘛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进行创造开发，我再一点点去影响这整个的桃花坞。但是做这一切的他都要满足一点，你得有人来。这种品牌的社区营销比什么都重要。就是我们走过这个花的时候，然后都帮我拍一些比较近一点的，对吧？就我们会有开心啊，就是那种要很开心哦。来到桃花坞的环境，哇，梦姐你开心一点。太开心了。哇，这花是真漂亮，这也不是花，这啥？这极其之尴尬又做作，我要吐了，再来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哎，哇，郊游，呜，哎，妹妹，妹妹你在哪儿？妹妹，哎呀，这里怎么有这么多柳树呀？哎呦，不愧是。哎，咱们所有的那个相机都帮我拍一下升格。这也挺好，哎，这好。哈哈，你找我呢？啊，我是你的粉丝啊，海哥！啊，
你过来呀，汉哥，汉哥，你抓我呀，汉哥。汉哥的领导力非常好，非常棒。你想一直跟随他吗？当然了。跟小赖、子玉还有周野，谁给你的印象最深刻？肯定是梦姐啊。你们两个再往里边点吧，麒麟，我就可以站这儿了。梦姐。咋了？特别好。孟姐这人其实挺有意思的，老想跟你耍点小心眼，但是吧老让你看出来，我们就老爱跟他调侃嘛。就孟姐大姐就是大姐，当然了。不好意思，那不行。来，姐，你干哈呢？姐，那我不好意思。我不用不好意思啊。你不会把这张照片把我裁掉吧？你光说不好意思，你也不动啊，你。姐，坐，北电之光哦，美貌 number one。孟姐必须站门口。哎，孟姐，等一下。哎，孟姐，给孟姐一泡芙机，给孟姐喷上。喷。来，孟姐，孟姐。哎呀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快点吧。不用不好意思，还记得第一期的情绪能量中心吗？恭喜孟姐，八号房的团宠就是你，坚持下去，习惯就好。看，每个人在小团队里都找到了自己的作用。你们俩挨着，没事儿。现在你对小团队是不是有了新的认知？是啊，只要加以积极引导，它的存在可是会产生极大的力量。你看。桃花坞的建设终于实现了零突破，接下来他们将分别从社区建设和文化生活下手。聊完这段，天也黑了，先吃饭吧。啊，你要做乱炖是吧？对。我要给你拿那个小苏打，你把那个所有的青菜啊，除了土豆以外，要用小苏打洗完以后用小苏打泡十五分钟。行，就去那个农药农残。行，我去拿啊。好，马上给你啊。好嘞。这周杰哥他要拿小苏打泡泡菜去农药残留，我还等他呢。而且我以前看说那些所谓的农药残留对人体伤害也没有多大。你等一下跟杰哥说一下。对，我不得不简直不敢，感觉杰哥会杀了我。杰哥回不回来了？那我可就八豆角了，我可就不泡了。等两个点了呗。俩点了，别回来。哎呀，杰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杰哥，你那小苏打呢？小什么？